我的衬衫和你的一样大，right？ 一样大。
大小一样, yang plus adjective, noun plus yang. You good? Yeah. 大小是名词。 我们说如果你有两个 object, adjective, put them together to get a new noun. 对吧? 大小, 还有这个, 你记得吗? 长短, 长短, 但是长短, 是什么? And. Okay, 好。 什么跟什么一样, plus adjective, 什么跟什么, plus noun, plus 一样。 You good? Okay. 然后昨天我们学的第二个是这个虽然但是虽然可是刚才袁馨也说可是和但是意思一样所以如果你喜欢可是你就用可是如果你喜欢但是那就用但是。Okay? 好我们看一些小例子你记得这个吗 中文很难 中文很有意思 分开立 虽然中文很难 可是很有意思 孟凯丽喜欢用可是 王老师喜欢用但是 而且这里我们看 这个虽然可以在中文的前面 也可以在中文的后面 我们可以说虽然中文很难 或者中文虽然很难 这两个是一样的 Good? 好 Okay, let's move on very quickly 马顺杰他跳舞跳得很好 他不会唱歌。嗯，他跳舞跳得很好，但是他不会唱歌。可以，好。虽然他跳舞跳得很好，但是他不会唱歌。我们昨天说，在汉语里，如果你用虽然，如果我们用虽然，我们一定要有可是，但是 ，however， 如果你没有虽然，没有虽然。 可是和但是can be used by itself. It's fine. It's fine. Okay? 如果你用虽然，那么一定要用可是。如果没有虽然，可是可以一个人没有关系。所以马顺杰的很好。 Okay. 王玉雄。 好。 Your turn. 虽然今天是我的生日。 可是我不想去吃饭的饭图书馆的馆饭馆是什么意思饭馆吃饭虽然今天是我的生日可是我不想去饭馆吃饭饭馆很贵哦可以丽人 这件，我会哭啊，这是第八册的件，欧雅，虽然这件衣服的。 颜色，不错，很好哦，不错，可是这件衣服大小太小了，谢谢白衣。虽然这件衣服颜色不错，可是这件衣服太小了。 好，请大家拿课本 ，textbook， 课本 ，dialogue two。好，第一。
239页, dialogue 2. 和你的同学一起读239页, dialogue 2. OK. 前几分钟